薛小姐，你又做那个噩梦了。青，去给我倒杯水去吧。哎。各部门注意，马上开始录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股市快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依然是联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证券部经理徐珊小姐。大家好。好，接下来我们来请徐珊继续来给大家点评股市行情和个股业绩。我们昨天说到的海天高科呢，势头依然非常强劲。由于海天集团最近要进军建筑界和医药界，再加上他刚刚投资的一个水循环工程呢马上就要竣工了，所以这些消息呢给许多投资者很大的信心。那么海天高科呢，它将在往日的基础上继续攀升，估计其势头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哎，观音啊。哦，世凯啊。看股市快评了吗？嗯，我正看着呢。哎，你觉得怎么样？时机已经差不多了，我准备明天就开始出牌。明天啊？哦，行行行，你自己看着办吧。哎哎，千万别太招摇了啊。你放心吧，我有分寸的，你得给我在家里好好的休养吧。啊，这次好不容易怀上，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外甥。哎呀，这才几个月呀。嗯，哎，石凯，邵泽呢？不在公司吗？他，哎呀，他去水厂啦。他哪像个要当爸爸的人呢？嗯，行，那就这样吧啊。嗯，再见。今天要务必把各项设备检查好，确保明天万无一失。哎，好的，好的，好的。喂，小顺啊，还没睡呢？没有，想跟你聊天。又失眠了吧？哎呀，总做噩梦，我都快疯了。你还是到医院去做个全面检查吧。不用，没事。你不要让我操心好不好？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哎，来了。那小山，我们马上开始运营了。最近事情比较多，我过一阵子再去看你。睡觉前喝杯牛奶，啊？嗯。好，拜拜。拜。下是新闻，43岁的赵某因母亲的遗产纠纷和父亲对簿公堂时，竟然辱骂殴打父亲，还推搡上前制止了法官。日前，潮白区法院依法对赵某作出拘留15天的处罚。财经报道，下面向观众朋友们简要介绍一下股市的近期涨跌。海天高科持续暴跌，海天高科一改往日牛市，股价一落千丈，跌停暴收，我们必须谨慎。
发扬正面，存在于这里。徐小姐，吃早餐了。徐小姐。嗯，来了。徐小姐，怎么了？没事，你也去吃吧。哎。婉莹啊，今天一开盘，我这边就以16.15块卖出5万股，16.1块10万股，16.05块15万，16块17万股。行，我这边会跟进的。那咱们下午会场上见吧。好，好，下午见。婉莹，你怎么来了？哎，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哎，你现在身体不适合走动。既然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能不来吗？再说了，我要给你带身衣服来呢。你瞧你这穿的，还像个堂堂的海天集团的董事长。我这怎么了？我觉得挺好，随意舒适。今儿什么场合？什么场合？今儿省市领导、各大媒体都要来。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注意点形象。你代表的可是海天集团啊！我穿上这个就不是我陈少泽了，穿上你这套衣服，我就是海天集团的董事长了。哎呀，行了，我不跟你抬杠了。你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上。我告诉你啊，我可准备半天了，今儿可是一期工程竣工的日子。是你说的，海天高科要涨，要翻倍。你还说，海天高科近期有大资金入驻，实际上我们及时跟进的。你把我们害惨了，300万，整整300万的，都是我金兰借来的呀。我还投资了60万，也被套进去了。你，我完了，完了呀！石凯啊，最近公司没什么事吧？没事儿，还是老样子，就是股票最近有些下跌，但是也是正常范围的浮动。
今天一期工程完工的消息一旦出去，我们的股价还会反弹的。你放心吧，放心搞你的工程。嗯，这样就好。这关系到公司的整体形象问题。哎，你也要注意一下，二期工程马上就要上马了，可资金还差一笔。公司现在还有没有可调动的资金啊？你的工程款还差多少？二期工程至少还差两个亿。两个亿？这么多？就是把我卖了，目前公司一时也出不了这么多。算了，别搞他了。这个工程赚不了钱，还要不停地往里面砸钱。这怎么可能的？水循环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梦想。虽然现在无利可图，但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等全面完工，投入循环使用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再说了，这工程都进行到这个程度了，要停下来，岂不损失更大？那我们要等到猴年马月啊，十年、二十年，那时候我们都得有一大把胡子了。哪有你说的那么久啊？啊，对了，新泰集团的季承宗从徽州过来了，要找你。我哪有时间？你去处理吧。啊。请你冷静一点。我现在非常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股市是千变万化的。作为股评人，我当然希望我推荐的股票能够让每一个股民都赚钱，但是你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谁都有失误的时候，是吧？我也不是完全正确，我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预知能力，是吗？再说我每次在做股评的时候都在再三的提醒你们，入市一定要谨慎，因为股市是有风险的呀，是吧？你既然知道股市有风险，那为什么还把海天高科吹得天花乱坠呀？你说你是不是收了庄家的黑钱，才昧着良心来坑骗我们这些股民啊？你，我希望你说话用词注意一些。我也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收受过庄家的一分一厘，我说这些话是问心无愧的，请你想开一点吧。你想逃避责任没那么容易，我会让你后悔的，后悔一辈子。集团水循环一期工程竣工典礼现在开始，下面有请海天集团董事长陈绍泽先生为我们讲话。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和各位来宾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水循环一期工程的竣工典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股市快评。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依然是联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徐珊小姐。大家好。好，我们来请徐珊继续给大家点评股市行情和个股业绩。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大盘呢，承接昨天的跌势，跳空五点低开，单边下挫。由于证监会加强监管的措施呢，致使部分庄股呢纷纷跳水，恐慌性抛盘大量涌出，所以市场上的人气呢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目前空方已经明显占据上风，估计明天还会继续惯性下跌，所以从操作上呢，投资者应以观望为宜。好，相信很多的股民呢都在关注海天高科的情况，那我想大家也已经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势头强劲的海天高科已经经历了连续几个的跌停板，那么徐生能不能就这个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分析？好的。海天高科呢目前消息并不是十分明朗，
许多投资者都十分恐慌，为了降低风险呢，大多采用了抛售的保险办法，致使股价也一跌再跌。至于后事如何呢，我们还会继续予以关注的。我们这个工程全面完工以后，不单单解决了本市的淡水使用问题，也可以使全省的淡水压力得以缓解。在形成规模和良性循环以后，我们公司还要上一批项目和工程，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为水发愁。下面请赵市长为我们按动开启按钮。什么事儿啊？我们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你的公司像海天集团这样的企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刚才在下面听新闻部的人讲啊，有人跳楼了。是吗？是个股民哦，就从徐三的办公楼上跳下来了，摔得可惨了。怎么回事啊？听说那人因为买了海天股票狂跌赔了个精光。嗯，哎，你有没有注意到？注意什么呀？就是你身边的徐大美人啊。你刚才做节目的时候，我看你提到海天高科，她脸都白了。有这事吗？啊，是有这么回事。不过你想啊，这个海天高科是她前一阵子力荐的股票，现在跌成这样，她脸上自然过不去。可不是嘛，我哥一个同学就是天天看她的节目，这回啊赔了个大半死，也快跳楼了。外面都在传她跟海天老总陈少春有一腿，是海天的托儿。哎，我也听说这事儿。我还听说啊，他前两年不过是一家小报记者，天天四处拉广告。嗯，我就不信这当中陈少哲没帮他一把。不过你看他那副美目盼兮的样子啊，我要是男人，我也会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的。再说了，美貌这个东西啊，还不跟权力一样，不用啊会过期作废。
让你后悔的，后悔一辈子。我是这公司的老总，你们谁找我？谁呀？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刚才不是嚷嚷得很厉害吗？为什么海天高科突然狂跌了这么多？传说你们公司内部庄家恶意操纵股价，请给我一个解释啊！没有，没有解释，没有解释。股票下跌，我们公司也受影响。目前我们公司正在想办法，但你非要说我们海天恶意欺诈股民，那你们拿出有力的证据来，否则我就告你们诬陷。实际上，你们今天的行为已经是触犯了法律，最起码是扰乱社会治安。我们没有扰乱社会治安，没有，没有。考虑到你们也不是有心的，所以我就没有通告公安部门。啊，希望你们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心、用脑子，好好的想一想。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们以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找我，好不好啊？穿海魂衫的记者李二姐，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我是记者，我想去采访一下。对不起，记者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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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秘书。潘总。把那个陈总办公室门打开一下。啊，徐莎小姐在里面。啊，她是来找陈总的。啊，知道了。哎，许山，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过来找陈总的。哦，陈总还在开会。哦，那我就先走了吧，我还有点事情，再见啊。海天高科要涨，要翻倍，你还说海天高科近期有大资金入驻，实际上我们及时跟进的。嗯。哎，世凯，就你一个人在这儿？赵子呢？他送着赵市长出去了。怎么样？事情都处理好了吗？处理好了。哦，世凯啊，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少泽知道。我知道。世凯，刚才你怎么这个提前走了？啊，有个朋友要找我谈点事儿，巧了，赶到这个时候。
晚上跟水利局郑局长吃饭，要不要我打一电话订个座啊？不要订了，这位置我已经订好了。啊，你呢就不要去了，我和世凯去就行了。啊，行。哎，世凯，要是要喝酒的话，你替少泽挡着点啊，别让他喝多。喂，啊，小山啊。啊。我今天到你们公司去找过你们。你晚上能出来一下吗？我有些事想问你。那个，今天晚上恐怕不行，我有别的事儿，改天吧。不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电话里说不行吗？一定要见面说。我想想。不要想了，就这么定了，老地方见。哎，那世凯啊，你先把冠英先送回去，我还有别的事儿。啊。少泽，晚上不是要跟张局长吃饭的吗？你干什么去啊？让世凯先去，我晚点到。那你现在干嘛去啊？我有点急事。你有身孕，你就不要去了。你是不是要去见他呀？他是谁啊？哎呦，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啊！我先去了，晚上回来再给你解释。哎，少泽。欢迎，欢迎，怎么了？小山，你找我什么事这么急啊？家属不能进。今天有一个股民跳楼了，你知道吗？股民跳楼？就在我们办公楼上跳下去，当时就死了。听说是因为炒股，炒得倾家荡产。
是吗？这太不值了。你知道他炒的是什么股？哪个股啊？海天高科。什么？海天？不会的，我们海天高科的业绩一直是很好的。再说了，我的水循环工程的一期刚刚运营，二期马上就要开始了。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我的理想就要实现了。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作为海天的老总，自己的股票连续几天不正常的下跌，难道你不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你不是还让潘世凯来找过我吗？让我为你们做宣传，让我做你们的传声筒。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我在电视上误导股民。你说什么？我让潘世凯找过你？哎呀，没有，我从来没有让他找过你。你竟然还不承认？我为什么一直以来对海天高科情有独钟啊？我为了谁？我不都是因为你吗？我相信你的能力，可是你呢？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你会利用我。所有的人认为我在电视上误导股民，我不能说我一点都问心无愧。不可能，世凯是跟我说过股票的情况，最近我们的股票是有些跌，但这应该属于正常的浮动。你别再推卸责任了，行？你一直把我蒙在鼓里。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份材料，这是刚从你公司拿的，上面的数据证明你们海天的股票有问题。你从哪儿拿到我们公司的材料的？这个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告诉我是还是不是。不是，我怀疑你拿的材料不准确。我不想谈这事儿了，送我回家吧。